苏州著名的苏帮菜餐厅虽然不少，但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。永利人家的派头和排场或许比不上其他名店，但是热情的服务和用料实在的菜色仍让他有一群死忠的支持者。特别推荐木桶豆花，用一个大桶盛装的豆花看似豪迈，尝起来却是质地细腻，入口即化，朴实无华的古早味。据说啊，让许多苏州人吃了都会怀念起童年来。永利人家虽然没有华丽的宴客场地，但亲切的感觉很适合家庭或朋友扫聚，而且餐厅还提供豆浆、花草茶等饮料，聊天聊再久都不用怕口渴。